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风聆听的负责人。那这次非常高兴 Mirror Life 能找我们风聆听帮能有制作单曲。原创歌曲的制作其实不容易，在制作前期我们都开会，然后讨论方向，希望能为这首歌找到最适合的一个状态跟呈现。那这次的制作呢，其实也是Mirror Life 这边先进行了出版的作词，然后再交由我们来进行后续正式的制作。所以在我作曲的期间，其实作词人 Rainer 也协助将这个歌词进行修正，以便让歌词能够入曲，例如一些字数上的调整啊，或者是一些文法上的这些修改。那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Neil 在歌唱上的领悟力，因为各种原因，其实我们这一次并没有进录音室进行配唱，所以就是采取隔空回馈的方式给 Neil 一些配唱的建议。那对于这样的方式，其实非常惊讶，发现Neil 在我提出回馈后吸收了非常多，让这个歌曲歌声更符合整个故事的情绪。那因为配唱基本上需要针对当下情形去做提点，所以其实无法及时的提供回馈和修正是比较困难的，对，也是比较难去达到最佳效果的。但相信一定是 Neil 花了许多时间的练习，才能有这个最后呈现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美妙的歌声。那这首歌曲的故事其实非常精彩，我在编曲和设计声响的部分其实思考了蛮久蛮多的。那我是希望让歌曲从头到尾除了能体现这个故事无限轮回的情境，同时也能从音乐面让歌曲的段落有层次的区别，所以我尝试加入了例如玻璃破碎、心跳声等等这样的一些声响，就希望大家可以在歌曲中去发现。那我同时也将最后副歌的架构进行了一些变化，有别于就是像前面两段的副歌，就是单纯再唱一遍。我设计了是以这个核心的这句英文 "Change the past but not fat" 这句来进行设计，让第三次的这个副歌能呈现出无限循环这样的一个氛围。那希望这次 Neil 带来的首支单曲 In Fan 除了让大家能深刻体会这首歌想传递的故事外，也能让 VTuber 圈的大家对于原创歌曲的重要性有更深的了解。我们风聆听始终在传递原创的重要性，这是身为创作者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。音乐无所不在，让其他人深入了解自己的其实就是原创的作品。那风聆听以传递日系原创音乐的部分为宗旨，所以其实再次感谢 Mirror Life 可以给我们风聆听这个机会，也非常感谢 Neil 对音乐认真的态度，才让这首歌曲有了生命。那5月27号 In Fan 即将上线，就请大家期待 Neil 所带来的这首歌曲。